他还 OK 的话，试着走进他的胸部。不、哦、
基本上小阿姨怎么玩？哦，问你。小阿姨哦，然后还有还有其他一个，要我再选几张？选三张。他是有点多哦，你身上现在可以签吗？你使用的锦囊还无限续对对，他是已经过了，但是已经过了。之前打出来是签的你，不是签我。签你。这是怎么到这儿了？大了，我买。啊？会模仿。我把你。现在拍到我就不说了。你说啊，你说，没事，你说，没事，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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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我以后肯定会比你高。怎么可能？因为我手大，你手比我小。什么鬼逻辑？看都是这样想的，真的。那你以后比我白吗？因为你现在黑。对呀，人都可以逆风的好吗？逆风翻盘了你。对对对。你翻得了吗？以后你我怎么见你越来越黑呢？以后你变成了黑人，我变成个白人。怎么可能啊？你就别说你黑，你还会吸收阳光，你越吸越黑。我就要白，我可以反射阳光，我就反到你的脸上去，让你越来越黑。你这个灯泡吗？不啊，我就相当于一个白墙，可以反射阳光，你知道吗？反射。反射到你脸上，你脸上吸越吸越黑，你就是个黑人。你也是，好丑啊！你是白人，你说吗？太白了会被别人说小白脸的。黑人晚上别人都看不见，你知道吗？有牙齿、啊。牙齿你也黑了，你看你牙齿，你看你牙齿，你看我牙齿会黑吗？你看你牙齿，你看。我牙齿会黑吗？会，牙齿会黑，是吧？牙齿会黑。抽烟的才黑。会长黑。我不抽烟。不抽烟也会长黑。不长。吃糖也会长黑是吧？我不吃糖。你吃糖？我哪吃？你刚才吃的是啥？粑粑。粑粑吗？对。是啥？是粑粑呀。是啥？是粑。是啥？是糖。对呀、啊，是吧？对。会长黑。那咋的？咋的？我刚才被咬了。被咬。我刚才被狗打，没有。我说我是条狗，被同类打了。你呢？你没落吧？他太心太善了。没欺负你。我以后一定会长高，然后把你头发夹起来。夹起来。然后夹起来。就这样你以后要这样对我，你知道我现在这样对你呢？晚上我们还睡一起呢，哥。啊？我觉得挺好的。想弄吗？想干吗？不想干。对。这种想法，这种东西只能在脑袋里想一想就行了，就不要做出来。没事，你做出来。长大了。长大了，好好的是吧？然后。提着说，哎，丁程贤，你有今天。就吃的话题，是的，不就现在长不胖吗？长不胖不得了啊！啊，就不得了。然后以后咱俩瘦了几百斤，胖一个360斤。我们这人就以后不会长胖，就中年就肯定必定发发福是吧？发福，我们那叫发福。他们叫发福，我们叫正常。我们那叫就是生理需求，就是生理需求。
你看，在干嘛呀？在干嘛？还是在这里呀？你都继续吧。我不信你洗得干净。快，他们不信你们洗得干净，快去帮洗干净，脱下你们的袜子。脱下来洗。哎，你的衣服叠好了。吓我一跳。太刺激了。这才拍的。在那儿只能拍到他们两个屁股。丁老师点评一下，平时谁洗袜子洗得比较勤快啊？我呀。哼。嗯。要我就说这个不可思议的表情是什么意思呢？然后我说出来之后，你们怎么说我会打？你说吧，你说，你说实话，我们说实话，说实话。那这衣服谁洗的？你就洗过一次。好了，你之后的衣服是不是拿了别人洗的啊？自己洗的。没有。我还帮你洗衣服。你洗过几件？一件好吗？三件两件。一件。你说的这里一件。对，我是教他，因为他不会洗衣服，所以我要教他怎么。我来酒店的第一天，你问我怎么洗衣服，你说你在家怎么不洗？我洗，我用洗衣机洗不叫洗衣服吗？啊，这是手洗。怕了怕了。这是我们宿舍的传统，洗东西之前肯定要唱歌，然后洗的时候也要唱歌，比如洗澡的时候，你就会听见。萨亚轩的吼叫，就会听见刘耀文魔鬼般的歌喉。魔鬼。恭喜你。洗一半裤子，洗一半袜子。你看，这都是我们的成果，每天洗的。对，马赛克。我说了，我在家从来不洗衣服。是啊，我都用洗衣机洗、啊。你让我洗了没？我让你洗了。我帮你晾衣服没有？没有衣服。已经干过了。我们来了多少天了？我帮你晾过没有？你说。晾过。对呀、啊，这不是打平了吗？你帮我洗，我帮你晾，多好。这我是身高优势，你是智商优势。我是家庭的。咋不发微信呢？想知道你在干什么？咋了，大哥？干嘛？小马呢？洗澡啊！吓死我了，你们！还好我。阿全，有一个重大的事情需要你出来一下，真的。太惊悚了。马嘉祺，快点。好了吗？干啥去？干嘛？你们在干什么呀？我在帮他压腿。什么样？怎么样呀？就是
就是这样压腿呀、啊。啊，那你继续吧，啊，继续，拜拜。下次记得说一声嘛。那肯定啊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是吧？这个就是要干净一点才好。拜拜。咋了？有事吗？我们想请问一下，在拥有手机的短短这段时间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玩游戏。我说我在欢乐斗地主。你要不要过来录一录？这就是万能房卡吗？所谓哎，我要来一个，给我。没有。快过来！我说我在欢乐斗地主行吗？不敢干，怎么发了自己？再拍一遍。要来，可能不会。要再拍一遍吗？小孩把那个眼子拴着去，不要把门开。给他个教训。